新竹尖石乡秀峦大桥是通往太冈、镇西堡跟司马库斯等部落的主要道路。不过，受到2013年苏力台风摧残，桥梁变形，加上每逢汛期溪水就会暴涨，无法通行。因此，7号新桥准备开工，族人表示相当感谢。因为桥后不太坚固了，一台风所以很大的就怕说会冲走啊。我们从以前就像那个水蜜桃啦，农业方面啊，就运输的话，都对我们帮助不错、啊。因为每当台风有没有啊，超出差不多是3米高啊，那个水啊。新竹县长邱俊淳表示，由于旧的秀峦大桥设计容易被水流冲击损坏，因此这次不落桥墩还会加强桥梁安全，总经费预计有1亿3000多万，预计12月23号就能够完工。旧桥道路不单单是农特产品、观光休闲、娱乐的地方，同时对沿乡的交通啊非常重要。当然，我们这条桥梁啊，可以说是桥灯啊，整个呢是不落灯的，这个呢对未来啊。这个不管是土石流也好，对未来的各方面的洪水也好，都能够啊有应应措施。新竹县政府强调，新的秀峦大桥外观设计也会结合当地的泰雅文化，融入山水元素，不仅达到美观部落，促进观光，也让族人的交通更加便利。原生新闻，那波利乌新竹坚实采访报道。